我看见真真儿，看不见人呢。废话，要他妈不是你耽误时间，能跟丢了吗？兄弟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冲？怎么了？本来就是，我刚才遇到雷子了，我能不躲开吗？雷子算个屁！哼，真够狂的。哎，在那儿呢。 哎，有准没准啊！这人不会死了吧？有准没准自己看。行，那你等着。等等，以后你少跟我较劲儿。 假口供啊！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哼哼，为什么？我们抓捕地雷的时候，二宝和沙国立就躲在附近。大哥，不能去！记。
接着，他们跑到了西郊。当沙国立提出来一起逃跑的建议的时候，被二宝拒绝了。二宝当时接了几个电话，说有事要去办，让沙国立留下来接应从正安来的张红还有曲波。从这儿开始，沙国立这帮人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二宝。 电话还没打通呢，大哥肯定不管咱们了。直到现在，二宝的手机都没有开机，所以呀，这帮人没有说谎，二宝真的把他们杀了。可我们的线索又断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歇歇吧。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知道二宝是吕焕他们公司的人。这样，去他们公司看看。这样行吗？ 哥的意思是，连我都要试。你相信吗？我这一枪啊，可以把我们两个人的脑袋都打穿了。要不要玩玩？嗯？有没有可能会是你？ 有，二哥，二宝他们几个把事儿给办了，事儿办的还挺好，何老四的闺女在医院抢救呢。 不信你，那我信谁啊？这话我必须要说，而且今天当着我大哥的面，我要把这话再说一遍。现在，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。谁会跟我开这种阴险的玩笑？有没有可能是你？
什么事儿？我这琢磨来琢磨去啊，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。啊，说。上回说的那几笔款子的事儿，恐怕有点麻烦。什么意思？他们说最近凑不出钱来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宽限？他们从我这儿拿钱的时候，求爷爷告奶奶，跟皇上似的供着我。怎么现在皇上跟太监往回要钱就这么难啊？嗯，是这样啊，二哥，以前呢一直是二宝手下几个小弟负责要账，现在呢看起来也顾不上了，所以他们开始推三拖四了。说句实在话，自从大哥出事以后，咱们在要账上就没什么力度了。我听你说话这意思，这几笔款要得回来要不回来都是回事了。嗯，估计回肯定还是能回来，只不过得拖延些日子。他们把我这当成什么啊？慈善机构育婴堂啊？谁进来？邹队。哎呀，邹大队长，来来来，请进请进。什么风把您又给吹来了啊？来来，坐坐坐。啊，于总又要建一个什么行善机构啊？没有，我们在这瞎扯呢。邹队，什么指示？没什么指示，执行公务。哦，执行公务啊，那积极配合。我们来是想找你们公司的一个员工孙学凯。孙学凯，也叫二宝。不认识。据我们所知，他的确是你们公司的员工。我们公司的员工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真的不认识。邹队，看你这意思，还要搞刑讯逼供啊？啊，你就是给我上大刑，我也不知道。吕栋，刚才可是你说的，要积极配合我们工作。对啊，邹队，嗯，这里面的情况我比较了解。二宝呢，曾经的确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可现在已经辞职了。你看，刚才吕总说他不认识二宝。哦，他确实不认识二宝。二宝辞职的时候，他还没回来呢。他是什么时候辞职的？要不到我办公室谈会儿？可以，不打扰你了。啊，回见啊。嗯。来，组队里边请。哎，甭客气。怎么的，说说。你得让我想想。当时应该是在我们老板受害之前，六月份。对，六月中旬。辞职的原因呢？他说他个人想干点事儿。你这儿有他辞职时的那些手续吧？没有，因为什么呢？二宝跟我们老板是朋友关系，啊，来去自由，打个招呼也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拿不出二宝辞职的证据？真拿不出来。我们公司啊，不是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，也没那么多的规章制度。说实在的，我们也不想搞得那么郑重其事的，麻烦。你先不要转移话题，我问你，二宝在你们这公司里面做什么的？他当时是保卫部经理。保卫部经理？那他手下那几个弟兄都是这公司的员工了？他手下的？谁呀？地雷，还有其他几个人。沙国立、延庆、曲波、张虎，对不起，这些人都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你知道吗？这两个多月来，二宝带着这几个人，连续做了几起杀人案。是吗？哎呦，真没看出来。可是，这属于个人行为，我们公司有必要为这种个人行为负责任吗？可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这几起凶杀案跟吕焕被谋杀有直接关系。这个我解释了，我只能说这是个人行为。
跟公司没有关系。至于涉及到谁，你们如果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你们完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二宝现在的项目？自从他离开公司，我们就断了联系。至于他现在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李东到底认识不认识？说实话啊，他们俩认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。桃儿，我怎么觉得老董这个人怪怪的？怪，怪在什么地方？他好像是在有意暗示我们什么。哼，这就对了。咱们来呢，就是要触动他们。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们，吕东知道二宝的下落？我觉得他主要的目的啊，还是要撇清所有作案人跟这公司的关系。刘志。哎，刘志，什么事儿？都对。何文斌的女儿出事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她和她男朋友被车撞伤了，肇事车辆逃逸。人怎么样？目前正在医院抢救，已经脱离危险，但是他们还不能开口说话。何文斌呢？正从山西赶回来，估计快到重庆的高速路口了。不好，刘志，你马上让宋志勇和陈兵到医院布控，我去堵何文斌。是。死一刀，就看你的何总，何文斌吧。对，这就对了。邹队，既然你们已经认定这是一起刑事案件，那就拜托你们尽快抓住凶手好吗？根据我们判断，作案人的目标根本不是你女儿，应该是你。那我就谢谢你了，我没事儿，用不着你们操心。何先生，我可提醒你，这两个多月来呢，已经有好几个人死于非命，所以我们希望你能跟我们警方好好合作。你说的这些跟我都没关系，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不在本地，所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没法和你们警方合作。对不起，我得走了。站住！何文斌，我知道你们道上的规矩，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办，对吗？但是我必须要警告你，最好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。你女儿不是出事了吗？所以我不希望看到其他的生命再受到威胁。邹警官，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如果你的女儿出了这种情况，你能坐得住吗？冷静点，行吗？让我想想。
你把它做了？对。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？他敲诈我。那你也太莽撞了。这种下三滥，活着就是个误会，所以我必须让他消失。就凭你和黄小丽的关系，警方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准是你。我别无选择。你打算跟黄小丽过了是吗？嗯，好，那咱们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你给了他们多少钱？每人五个。太少了，每人20个。多少？太多了吧。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永远把嘴闭上。还要把你那枪交给我，我替你收着。行，但愿咱们这次能扛过去。跟邹队打招呼。不必了。邹队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我就把我兄弟领回去了。这个案子你慢慢办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后备箱里。厕所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上车。哎，大哥，来，等等。咱俩在这儿照一张相。行行，来吧，拿照相机。好的好的，把这都带车。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往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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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，把都带上啊。哟，下来了。你怎么把东西都给拿起来了？你不是说要走吗？我说要走也没说马上就走啊。你看你买这么多东西，你没有想过到时候走的时候怎么拿呀？多麻烦。那边又不是没有。那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不都是孩子用的东西吗？嗯，再说不是还有好几个月才生呢吗？可是我梦见他了。我梦见他用小手摸我，还给我要衣服穿。嗯，我可警告你啊，我的朋友告诉我了，说这个孩子呀，小时候好玩，但是到了13、14岁呀，狗都嫌。不准你这么说他啊！啊，我的孩子肯定是最聪明的。啊，不说不说，那当然，我的孩子就是最聪明的，是不是？我要让他穿最好的衣服，让他受最好的教育，我还要让他学弹钢琴，长大了当个艺术家。当那玩意儿干嘛？啊？怎么，当艺术家不好啊？好，好，好，不说，不说，不说，啊。把枪收起来。Thank you.
说你成天这么端着，累不累？别给你脸不要脸。牛什么呀？你找茬是吧？滚蛋！你大爷！哎，二宝，怎么了？二哥，这孙子真没法弄，狗屁不懂。出什么事了？这孙子魂不吝，没法合作。两个合作的人不一定是朋友。二哥，这小子太过分了，拿个破枪乱显摆，也不看有人没人。这容易出事儿。二宝，你听着。这个人身上毛病多，我心里非常清楚。但是现在这件事，你绝不能够出岔，必须跟他好好配合。事情办完以后，你让这个人消失。明白。哥们儿。车上等着去。为什么？二哥叫咱们配合好。配合好，我就得上你的车呀。兄弟，咱有话，等把这事干了再说，行不行？说什么呀？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？行，不就是配合吗？我配合你，你呀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揍行。你他妈揍性好，就知道给别人舔屁股。再说，你他妈要是怕我，就别去。嘿！
怎么样？二哥，这孙子不按说的干，忒他妈逞能。说好了，先去看看情况再说。可他不听，这个王八蛋。那个何老四，他给我撂平了没有？不知道。警察太多，我没敢动。二哥，咱们怎么办？二哥，那个这样啊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去我那儿把小丽接上啊。我去。对，你直接去就可以了，我打电话通知他。知道了。让他别带东西，什么都别拿。明白。接完他以后，你们两个人到八一公园门口等我。知道了，二哥。抓紧。明白。那我挂了。小飞，咱们终于见面了。虽然晚了两年，你笑什么？很可笑吗？是，当初你跑了，于庆林自杀了，确实搞得我们很被动。可结果呢？你还不是掉了吗？认不认？认。太不讲，太不讲究。谁太不讲究？各有各的道，对吧？像我这样的人，大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去了，就再挣呗。一共挣了几笔大钱？三笔。好，一笔一笔的说。没问题啊。第一笔就是两年前我跟于庆林做的那个活。你还是别下去。把车打着火，在车上等着。